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日隆海汇的一个两房单位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。向东北方，日隆海汇楼龄只有四年，有会所的管理。业主现时将一个睡房变成玻璃房，用作书房使用。日隆海汇有超高的楼底，有三米高。主人房有入场的衣柜，储物房有窗，用来做工人房都冇问题。有紧窗的厨房，我哋今日就睇到呢度啦。如果有兴趣嘅，请联络我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